各位青春制作人，你们好，我是来自达意美食的训练生十七。今天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们为什么我叫十七，因为1分钟实在是太短了。我是一个成都人，擅长说唱和做饭，然后都需要用成都来玩做饭，肯定吃巴适。我觉得做饭和做训练生很像，需要加入100克因为唱跳留下的汗水，100克为了身材管理所忍受的饥饿，100克为了活跃团队气氛而制造的一些 drama，再来一大勺对于舞台的赤诚。这样时间的小火慢炖，这样我就得到了努力的混合物。我将和这门仙人掌一起顽强生长，为各位青春制作人们用一个个完美的舞台交出满意的答卷。希望各位青春制作人们要跟我一起好好吃饭哦。我见过最高的山峰，握过最温暖的手，不假思索，大胆蹉跎，以为我会永垂不朽。Simon， 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命运如此捉弄我，降落在这个错误的星球。现在是傍晚17点，我是十七，有一首歌想送给感觉迷茫的你们，歌名是 Simon。 Simon 是谁？是你，是我，也是他。 Simon 这个名字就像我们平凡的生活一样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 Simon。 该往哪儿走？盲目还麻木地走，降落在这个错误的星球，希望从中你能够看到你自己的影子。这首歌有一段非常非常长的尾奏，能够让你越听越觉得有希望感。希望通过这段尾奏，能够让你走出暂时的阴影，让大家元气满满的面对新的生活。加油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斯丹妮。大家好，我是欧弟陈思健。我是刘思健。我是娜娜。我是刘维。我是戴军。我是刘雪志。听说十七要去参加《青春有你》第3季了，希望他发挥出色，希望他取得好成绩。在这里要为十七打 call， 十七加油！祝愿十七同学取得非常非常棒的成绩。加油 ，fighting！